从来不缺花边新闻的娱乐圈，很多爆出时看似天大的事件，都会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。但已经发生一周多了的吴亦凡约炮门，却在持续发酵。日前就有某媒体翻出了小鸡娜的朋友圈，发现她在12月13号的时候是有男票的。她和吴亦凡截图那个图片，我记得是1月18号，两个人就有过关系了。那这关系发展的多快，不用说，大家估计也明白。还有女孩发的截图，有两个多月的聊天记录是没有发出来的。这两个多月的聊天记录，他们发生什么，我想只有他们知道。下面是微信朋友圈和国外 ins 上的图片，据说已经删除很多了。小编作为看客的话，看到下面这个图片的时候，那这两个半月的聊天记录可能就是全部谜底证据了，删除很多，只留下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。